开经本，科会第二十面第七行经文第七行，第二十二关跨去。我做佛事，各部护路。 若有路人问我名字，得清净心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六尘，愿成我国命中，即化男子，乃我出头，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成我国家，该有七宝地，莲花中化生。若不逆者，不出净港。 这是本卷诶第十三章，这章来面有三关，第一关是过五鲁林关，第二关是雁女专南关。 第三是莲花化生观，嗯，那先看第二十二、二十二观经文只有两句，实际上，那离头前呢？ 已经真清楚诶，他给啊，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，就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最为稀有诶。 这世界人常讲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呐、啊。这是说明，南沙布世界众生，其实他方诸佛国土，跟沙布世界也差不多。 凡夫拢是业力修生，计一生中做下善恶业，这一生来到这世间来，受人生是来创米呢？我讲较清楚，人生受业啊。 你是来修行也背？我一句讲，你过去生中作为善业，这一生得善报啊！难相共享福，这人有福报。作为恶业呢，就爱受苦受难。 所以，这个心叫业不心，业不心，自己完全未当做主宰，受业力牵引着。世间多一个众生不是，是安尼啥人都走袂过命运。 顶即个时阵，我有听东修甲我讲，香港有一个算命算得真准，算这个命，听讲爱十几万。新加坡有一寡东修有钱的啊，拢会去遐去算命，大概算得袂歹。若要来讲，价钱无可能赫尔悬呐。 你迄个命为什么人会甲你算啊遐准呢？就是你始终走不出业力，所以命算准了以后，应当是大考才对啊！我甲叫你做下咯，我叫你做时间的分咯，你看命运也是转袂过来。 你讲冤个不？难过看了还书魂，看了还先生拄到分高大事以后啊，你知影？业是家己做的，业会当家己改呀，唔是袂当改呀。 那不能改呀、啊！那欢呼，哪有可能做福呢？欢呼会伫这一生当中做福，什么道理？命运会使家己改呀、啊！佛陀对咱诶教诲目的，就是教咱转换成性，毋是生修修行啊！ 信大信啊，大信就是圆满的佛果啊。会用为你答案是肯定的、啊，问题就是你认为道理你明无方法你知影无？你若是知影道理明了方法。 努力、努发的去修学，无一个未成就呀、啊！也学学学了这侪年啊，业力有完是转袂过来。 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就爱细心去揣即个毛病到底伫哪位。只要将毛病查到，再各种毛病消毒，你修行正果，就无困难咯。如果因循苟且，唔肯去揣毛病。 你业力不但未能消除，也得功在了增长啊！而一生呢，一点就修命运的主宰，所以就业力流转了、啊，这就错了。最初世间。 平贤林，伊拢安尼甲咱讲，一切众生是命起源，是平等诶，呀，是无差别诶。呀。国家讲。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！这话是真的，唔是假啊？为什么咱咧变成这款式咧，看难众生呢？什么原因造成这款现象？ 我跟人讲，难迷失了自信，这是根本的错误。佛家帮助众生，对根本救起啊！ 根本,本是啥物？明心见性，咱今仔心无明啊，咱嘞诸相看袂到啊。明心见性就叫做成佛，诸佛如来。 就是明心见性的，人，伫这境界内面，绝对平等，圆满的平等，究竟的平等，那是非常不幸啊。

个性的完全违背了，所以在六道里面受生啊，灭了自性以后，那的思想错了，境界错了，行为错了。 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完全随顺家己的烦恼习气，烦恼习气是错误的。<noise> 有时沦落在六道，流浪在三途。你着现在这款的。 一個一個这真相给叫你痛苦诶，行挂。所有一切现象，无法公了乎？何可能共一切话中心上心啊？ 咱的相貌，咱的体质，咱的生活环境，拢是对心相性啊。咱的心相，大心功不显啊。 哪会讲不行呢？这世间人也有真多人做好事，好事做未少啊。为什么无得到好的果报？为什么家己生活环境转未过来？我伫咧讲经的时阵，有一个比如。 你行的迄个先，没错。你言先恭候为新鲜，做后熟，你心不鲜啊两头不鲜，这就拿出一张球心是秋根呐。 念头是树诶本啊树诶主干啊心是枝条啊，口是树秋,秋啊。你树叶未歹，这枝也未歹，可是你根本,本已经歹了，也你这个好也好不归功啊，也是得着你的根本,本打事啊。 所以祖师大德教人修行，对君本修啊。那今那里就是讲行善做好事，详细想看卖这好事，毋是清净诶、啊，是有诶啊。无离开贪心痴啊，我为什么要做好事？ 为名为利，我一句话讲有条件呀、啊。凡是有附带条件去做这的好事，已经就毋是好事了。但是总比无做比较好啊。迄是三界六道内面诶。

甲咱做榜样啊，甲咱做示范啊。因也断恶修善，以心清净。金光经讲诶啊，你一切善修一切善，因诶能力，你一切善，你一切善是滚仙。 本仙啊，亲就只当手感觉根本好啊，几毫差一点啊，不要紧啊。断掉了后，伊也可再生呀。伊是啊，伊毋是,、啊、是死啊。如果根本啊歹咯，几毫是死啊，毋是歪、啊。 这道理，咱爱怎样？心先念头先，然后言务先，所作所为先。这这是，是封建了世界所要求的标准。 诸上仙灵骨会一处，上仙是指四种龙仙啦、啊。啊，你一个来，那你爱恶李雄啊？金刚金光的啊，四雄、五上、六上、众生八寿者上，佛讲了好啊，六菩萨。 有五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这非菩萨，那就不是真的菩萨。真的菩萨是塑上离咯，是心清净啊，君厚本厚，伊修的迄个一切善，会叫做功德，诶，不是福德。 可了生死，可以出三界啊！心情好，相貌就好，身体就好，伊诶生活环境也好，就是甲咱徛斗阵，咱有强弱。

学习困难无讲啊，所相貌千差万别，就算是一个人，生活环境、感受也各人无共款，这是咱来了解啊，应该怎样学习？ 不能介放伫心会记哩，何甲人讲人生无掉的真相。何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梦啊！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。你爱看破啊！ 唔难，空你心内，你心就清净咯。心清净，断恶修仙，成就功德，专业力增进啊。比廖凡,凡师父那边供养，完了，凡先生一个效果啊，更加殊胜。 速度也较紧，为什么呢？杨环先生无力四雄，所以修诶是是灵天护宝啊！个人真聪明，真有智慧，也有乾坤福地。 晚年啊，真正干活了，真正回头了，真正放下了一心求生净土，一点往生呢？往生端里面有伊个名利呀、啊，只要下当往生净土一生。 圆满生活，所以这法、个、门能绝对唔能疏忽啦！要认真努力去学习。西方世界是平等的世，世界西方世界无男女心上。你看前的文，透净的原文能读掉啊！ 凡是生到西方世界人，就是凡生东净土下下品往生人，生到极乐世界，相貌体质同个阿弥陀佛同款。伊、那个世界是平等个世界啊，所以伊啊。 万境三不退啊，人世间，大家好，婆婆干款，有好辈人就感觉骄傲，无好辈人就容易生啊自卑感嘛。进来对差距就真大咯。 造成世间种种诶不平，明利诶人不平就散去咯，安分守己也是袂歹咯。但是袂了解事实真相，伊认为虾米老天无公平，社会无公平 伊袂当忍受即种不平等嘅待遇，于是为非作歹呀，扰、啊、乱社会呀，做作过较重诶罪业，来生诶姑婆比这一生过较爱差咯，即系事实真相。 只有喝才知影甲贴地啊。只有喝才会当甲咱讲甲清楚。男性、女性就无平等，这现象真容易知影。 如果资金男女就争管，就兴真侪真侪的烦恼啊！随以，世界好，无男女之分，大家共一款代志啊，就摆平了。 所以西方叫做世界各无出路，诸位啊！这句话啊也好花，也记得哦。我为什么要提出这句呢？大概总在十万年前，我哋香港刚经向怀法书。 提了一本这個小本册，给我看。讲《极乐世界游记》是这法师写啊。伊讲这法师北去迹极乐世界去游览个，又过转来。内面啊，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状况，极乐世界女人也真多啊。用快法师。 递来互我看，伊讲法师，你看即这课还袂课哩啊？我讲这袂课哩啊？为什物呢？四十八元内面讲得真清楚嘛，五浊恶世，各不护女啊！假如世界出了即个妇女，也阿弥陀佛袂当成佛。伊要后讲啊，六本利食不出正觉，西方世界要有女人啊，阿弥陀佛袂使成佛了。 阿弥陀佛，啊、生活高今那里已经集结，伊每一个愿望兑现。所以啊，有人讲对西方极乐世界转来，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庄严，讲迄个状况，甲四十八元无相应，甲经常讲的也无共款，咱绝对袂用相信啦、啊。 可现在人啊，真正奇怪，信男无信佛，信假无信真。你讲这個有什么办法？你偏偏信、那个，将客人当作外部来看待，将世尊讲的经典摆伫一边，看伊迄个游记。 分量超过了净土三经，你讲称什么位啊？即种人哪会成就呢？可是现代社会真爱相信这人真多真多啊，所以净化消退咯，了，假啊，幻形啊，这也是世间造劫难的原因啊。 所以，阿弥陀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尊，已经用心参观一切诸佛刹土，仔细观察一切刹土里面所谓六百。 言他用眼，以用伊的智慧，上卡方便，拢该断读，一切诸户插错内面的优点，伊拢猜出所以揭露世界是十方诸户国土，至善至美的及大成。 这是一切祝福，欢喜赞叹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在这个法会里面赞叹阿弥陀佛，功德之尊，佛中之王啊！主要怎样？这刻赞叹就是代表一切祝福的赞叹。 虽然佛佛都懂，可是佛佛在因地里面发愿无敢款，因此在果地上星球也无敢款。一个人的星球也是无话同讲，也是完全敢款，道化众生缘分无敢款。 这是佛家上讲嘅啊，佛不度无缘之人呐。因此，咱伫个因地修学嘅时阵，哎，知影甲一切众生结缘，你缘结得如斯性，将来你生活多众生罪啊。呀，有这个机会帮助人成就人。 公解、讲言，公解、发言，最好啊！五连做老技师，祝界内面以应用同调、导算律师。 一段话讲，而道川老师是因经中所说，而引的都是不经呢？经典太多了，也不办法去查。所对是经中所说的道川老师会骗人呀。经常有这句古话：“十方世界有女人处，即有地狱。” 见这男女之间的冲突，就断一，这是地界嘅业业缘啦、啊。化妆菩萨看掉了，伊嘅世界无无男女心相，这关系就地界嘅缘断掉了。 就是讲有业因无即个缘分，即话咱个為想看麦，特别是现在即个时代，咱相信。为什么呢？整、這個、一段时期，有些技术来技术，你来访问，我讲。 李会长接见你，你今仔刚开公告，公然板书，是伊一生当中无接触过，那非常坦白，完全是透明化，无一丝毫的文书啊。 伊问咱诶收支，咱从笑破龙头一看，伊惊一个。伊讲伊是真好嘢的人啊，伊有偌侪钱财，伊诶爸母兄弟毋知影，不但爸母兄弟毋知影，连太太都毋知，太太有偌侪钱伊也毋知。 个人拢有瞒的，拢无讲实话啊，拢有私心存在啊。你讲恁无私心嘛，这個、世间真难的看着啊。每一个人拢有私心嘛，就免不了有冲突，冲突就做罪业。 离婚，这罪孽也相当的重，特别是有离路，离路变成单亲家庭呢、啊，这对伊诶伤害非常非常的重啊！做父母诶人无去想着，如果若过有彼此伤害。 有拍官司去法庭，甚至要有谋杀的案件，迄、那个毋是做这个，主要是做什么的业？阿弥陀佛，有智慧呀！一见在西方叫做世界。 凡是王姓的，拢是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啊，大丈无相啊，色相平等啊。老、嗯、吉是自盖接着讲，因见路无三恶道。 叫世界无三不道啊，也无福禄，损失三十二种大障无上啊，这是叫世界殊胜啊。诶，边一关，第二十三关是雁路转南关。 这这几关主要会记得，无意思求生给了世界，如林而活，感觉如新，也将当烦恼最，来生无想做女人，想做男人，两会会用的袂会呀。会啊 所以这观呐、啊，毋是求生亡生的，亡生当然无问题。无想要亡生啊，来生想,想转男身，这经论内面，古德也常常甲人讲啊，男人啊，想要转女人心啊，容易，真容易啊！ 女人想转男人心真困难，这来对什么道理？我也免讲了，你打个可以参吗？不过难体会啊。 如果是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凡是往生的人，如临往生，佛光助教佛来接引的时尊已经转变成男性了。对，掉这个呼呼气了。 那现在看经文，若有女人闻我名利得清净心，发菩提心，这是因呢、啊？这是修因呢？因总是共款。的。

的清净心、发菩提心，这一人一生绝对无成就。如果只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或者看到阿弥陀佛所造彩绘诶形象，无信心、无发心，就只是的阿拉耶识。 得了经济利益啊！这一生当中未起作用，虽然未起作用，这个经济主要怎样叫金工经济，永远未歹啊！也是有蓝红啊，将来。 有一间言行失咯，正字都得严咯，伊就会起作用。比如咱这一生的人生学佛，各会问到净土的经典。咱的阿赖耶识有正字咯，正字毋是一生啊，多生多叫进情正落来。这一生当中。 能够再度到缘，可能在这一生当中成事，因此能帮助一切众生。还有智慧，还有方便，还有善卡。无论别人是有信啊，无信。 那好，一机会，可以下当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或者看到阿弥陀佛的形象。一生当中，就是讲只听一拜，看过一拜，一念弥纶，因为道境啊！世间也每款的好事。 拢无即个好事较好。除非如果真正通达明白即个道理啊，然后才知影互相讲的不可思议啊。千万毋通互相拥护相，这是迷信，而毋是迷信。毋信诶人。 也要正了佛的经济，信用的人看着互相见贤思齐啊，开发伊的清净心，开发伊发菩提心，所以佛菩萨形象，用用的意义真深，功德真多。 什咪叫清净心呢？清净心是决定无疑惑，这叫做清净心。诸偈内面讲啊，以恶行之过失，无烦恼诶，点缀，无疑惑，这叫清净心。 由此知影，这清净心内面含义，断贪嗔痴，对无世出世间一切法无贪嗔痴，咱的信心清净，这艺术后 啊！不这经常讲的啊，常应金刚不若》内面讲啊，信心清净，这生实相。由此知影，如果无断贪嗔痴，则对未当生实相。生实相就是见性。 贪嗔痴慢啊，是现实上的障碍啊。所以清净心的标准啊，咱来怎样？这个、标准相当高呐。咱在这一生当中，时间无足，哎，真正会当把握着伊。这一、個、生当中，决定成就。 不但要成就，哎，高品味诶王星，这才算是真正有志气呀、啊！这世间名门利用，毋免去追求，记呀？咋未去啊。万般终不苦，唯有业随心啊。

那有这个色心，色心到底是世间，没用无用意啊！用这个色心创什么呢？色心是假啊，照假修真啊。那来照这个假身体，爱修西方净土。所以对于这个身体， 只要有一个妥善的照顾，唔免特别去保养，唔免一天三顿加粗菜饭有够了，三下当清下烧，有一间厝啊，下当风方雨，好，就已也心大清净，大自在。 如果拿要追求物质享受啊，你就带来痛苦，就算是家己有福报，咱里福报？和一切众生去向啊，好啊，这是修捷大福报。 无比只好报告下大呀！自古以来，即款聪明智慧诶人，家己生活真好，帮助真侪真侪人诶生活，历史上记载就真侪啊！ 伊诶福报伫到位呢，咱无看到，咱无心通无看到，但是伊诶子孙后代诶福报，咱看到咯。伊亲像英公大师，伊老大人相相赞叹，中国历史上有三个人，这是三个代表诶人物啦、啊。 亲像因三人诶，一定要有真做啊！古三个年年第一个孔老夫子，咱伫历史上读到啊，孔老夫子诶生活真清苦啊，平民生活。 以一生修建无比殊胜的宫殿，是以仙化驾人啊！世间出世间，所有这一切大仙未严格修行教学。 助利利他，孔夫子是只平民呐、啊，一直到今仔日，全世界的人都在纪念伊。咱伫外国讲到孔夫子，外国人听着也真正尊敬啊，也真赞叹呐。伊老大人在世。 无地位，无权力，无在富，只是一个真清苦的告诉娘娘。难过来看，这个阿摩尼佛，虽然生在富贵家庭，已放弃咯。 以江苏社会教学工作，四季钢筋说话，规个款先呐、啊。家己一中一实，就卡一少，给最清苦的生活。 我只生活虽然辛苦，精神生活充足啊！无人会当介相比啊，伊诶即成就，会系毋免讲咯。世出世间第一舒心，这拢是甲咱做好诶榜样。 啊，难唔通追求物质生活，从这梦想这错误观念下掉。我也、啊、不是讲教里一定要过真艰苦生活，不是。啊。我并无赞成无益的可行，你这爱心经商，诸位常常看到。 对于助他无利益的苦行或无赞行啊，和家人安怎做呢？虽然安尼就助在呀。辅助家人也是安尼呀，所以是做富贵，你就安无富贵，你命好嘛。 总是收获罪嘛？你应该安分守己，做一个富贵人。你并肩坐并肩，安屋并肩，只要会当安心过日子，不攀岩不乞求，所以人重要的。 就系记得尽本分，绝对不攀岩。你的物质生活内面就的自在了。这点雷公啊，不分贫富，不分贵贱。 人人拢会当做些善行功德，即款代志并唔是一定爱真有钱，才会当做真侪好事啊，无一定啊。比如，或在经论上常常甲人讲呢，说出世间第一件好事。 是帮助一切众生破灭开悟啊！这是得一,、啊、一定的好事啊！破灭开悟一定要去找善地穴，请善地穴来些所在来讲经，所以破言习惯，请火注释，请转发轮。 我无力量，我请一个法师来即边来讲一拜经。我做一小所在，有一寡人来到即个所在来听经。法师虽然来讲过一拜，讲过一点钟、半点钟，伊这一生的功德就无比殊胜。 来世福报不可思议啊！一摆都有当安尼啊。如果讲一部经，迄、那个福德啊是不得了啊！哪个请法师住在这边登基讲经，也更较不可思议咯。我甲咱讲的话是真诶啊！ 可是，活在经典内面讲的真多真多殊胜的功德利益，咱无看着啊！咱真恶相信啊，真恶接受，这也是事实。啊。如果咱详细去观察，细心去体会。 渐渐悟出即个道理啊，咱就会相信咯。我讲诶，即个代志有可能，虽然请一个法师，甚至有法师并不高明，讲了即座一点钟，半点钟，你也知影每一个人来听经诶人。 毋管你有我无，阿里亚些进步了，火的经济啊，这是肯定的啊。来听经的这个人，咱两眼看着的，抑有咱两眼看未到的个鬼神。鬼神看到有法师讲经啊，是欢喜心嘛、啊，也来听。 在咱这个道场，鬼神的积德听经的数量，交给咱现场的大将，交给太做倍了。有一寡鬼神，福德差一点的，咪唔敢入来讲堂啊。 你刚从外面听、啊，也有龟声要求咱啊，放录像带好听、啊。咱现在一楼、二楼，个电视放个录像带，每日不停啊，二十四小时的放，种啥物呢？龟声要求的啊。 你就知呀，钢筋刷坏的工底有偌大，说金家兵变咯。我现在的都湾文化场合，我想讲啊，熊熊看都大家。 现在世界动乱，灾难频繁。灾难啊！今年啊，比今年严重啊，甚至有一摆比一摆严重。灾难安怎形成呢？林彦景啊，福讲啊真好，最灾。 大水，众生贪心，形成呢？黑灾，黑山爆发，温度上升，尘灰走成呢？洪灾、雾气呀，地当 是人心不平啊！未用你讲自然灾害甲人心无关系，啊，你就错误了。佛法讲真好，伊无随着正无转啊，伊无是自然环境，自然环境随着人心咧转变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好啊！ 诶，地是留了一地。为什么医保环境遐尼好？诶，所在人无贪亲钱，无讲过我们得病如将啊，证明着雇主环境确实，是随着念头的转变呢。 所以，这灾难哪会化解？哎，人心回头啊，改过自新呐。这问题，自古以来都有。先干么呢？和出生也等你。 故里咱现在不过三千年，三千年不是长的时间呐。三千年前，人心已经就不鲜了，开始不鲜，逐渐的不鲜。 这三千年当中啊，这问题无改善呐、啊。在大胜大显，因为非常认真努力，风雨多艰吗？唔是无做风帆呐、啊。 做了真好嘅方法啦，佢、就是集种工程，必须大家合作，才有效果。袂当合作，诶，就困难了；袂当合作，伫佛法里面讲啊，诸佛菩萨也抵未过众生嘅供业。 一句话咧解释这个问题，但是古、那個、时阵社会风气也是真好，听话人真多啊，所以也有一段时期真正做到长治久安呐、啊。 现在人未用你咯，现在人毋听，啊，无愿意接受教会咯。所以即个问题，咱细细想起来，即是人生诶问题啊。政治袂当解决，所以讲话茉莉花做私底 王族政治未当解决即个问题，伊就放弃王位了。军事也未当解决，所以伊将将军统帅。 位置也放弃咯，经济未当解决，这是咱看到事实了。科学技术也未当解决，什么方法则会当解决？呢？想来想去，只有宗教教育啊。 换一句话讲，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，心肝也是善良的。伊心肝内也有一份恭敬心，对神明恭敬。只要有这部分的人，真正听讲哦。 这世间也是有救的啊！希望这人真正做一个好朋友，带头来做啊！虽然极力提倡宗教教,教育，希望这宗教家能以诸佛菩萨。 众德众心，天灾先地自顾，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，毋是为家己啊，帮助一切众生消度解苦难呐、啊。 这就是好家工嘅呀，大、啊、做大悲呀。能见下啲农我啲做多元文化，目的系安尼。在佛法里面讲，众生无边是万多。和尚讲嘅，破灭开我离苦得乐，帮助众生唔是为家己啊。 因此，咱家红莲大恶啊，谁出世间第一现行，未超过红花立生。啊。红花立性就帮助一切众生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，做这工作啊。 即件工作若做好咯，也是要有真正自卑心诶。人发心。个代志毋是一个人会做会到，初阶动手，但再阶动手，哎，密切合作啊！ 这代志在做也好啊，这是如来家业啊，佛菩萨的事业，啊，如来家业就是家己的家业啊，佛菩萨的事业就是家己的事业，一定爱合作，做这种。 专心研究修行，成就家己诶德行学问，有能力教化，在家里种东西，哎，发心好持呀、啊！无人好持，今仔有会恭敬诶人无落用啊！伊无用武之地啊！ 伊要去倒伊讲啊，伊讲啥想听啊，一定爱有好奇啊，绝对袂容易无呀，佛法加方法功德是相等的啊。绝对毋通认为，当今的法师功德大，好几个人功德小，错咯，完全平等呀。 我啊也常常讲，何其嘅公德，关格钢筋发誓嘅功德，为什么呢？想办学校同款，何其嘅人是做校长啊，是做学校行政人员啊，出格二种是教员啊。学校办了好唔好，校长嘅功德啊。 校长有眼光，有见识，有能力，并且好的老师，学生受利益啊。如果即校长无负责任，随便找几个人来教，学生得未到利益啊。校长对学生负责，并且。 一流嘅教员，学生啊，拢会当真正出头。可能是老师调教，功德也是好点位。嗯、有次知影主持一个道场，这功德上大，一定、嗯。 爱有清净心，爱有发菩提心，所谓你益一方众生，你见度娘诶，绝对毋是自私自利。如果你要范围真水，也也功德就无咯，只收一点啊小红能量。 咱呐、啊、真好运来到新加坡，遇到李伯源中者，这是一位互人尊敬诶大菩萨啦、啊。伊邀请咱。 地这所在修学，地这所在弘法，不但邀请我来江津，也希望咱地这地同住一段时间，这是万化的典型啊！万化，弘法、理行的好榜样啊！过去。 我的台湾得到韩烟官长三十年的好奇，我有一点啊成就。注意想看唛，韩官长往生就无人好奇了，我的条件解散了。我想到缘分伫遮成就。 李基思真客气，真谦虚，以继承韩官长未完成的使命。阮们来到这个所在来，继续弘扬无量寿经。 弘扬华严经，这也是汉官的愿望啊！难得李技术好奇，奇、嗯、很顺利地家进行，所以发心的功德啊，无比殊胜。 经文里讲：愿还如心，愿请我国名将、激化男主来我参托。你发愿往生，在身教、心风给了世界，同年转路为为南嘛。 这是一定呢，不但是钻入为难，转还精进啊！到西方去了世界，毋是即种身体啊，就是医疗之躯啊，毋是啊。证明原文那边咱有读掉，到西方去了世界。 拢是子母真金色身、啊，呐，子母金金色身，这个、意思就是永远袂歹心。所以西方世界诶人，人人是无量修啊，佛无量修，所有往生诶人，大家拢是无量修啊。 在你修行的所在，哪一个不去呢？无看清楚的人，无想通的人，也个流乱这个世间，想转南心也是听你一顾。你阿弥陀佛，求转。 入生难，是千古的代志啊！国海面职官第二十四，十方世界注重生类，成我国家，该有七宝池莲花中化生啊！这是莲花化生观。 曾经，尾后个讲，六有众生，明心惑地，乃至圣地以，断度疑惑，信具先君作诸功德，至心回向，该有七宝花中，自然化生，家父李足。啊。 殊无之庆，心向光明，智慧功德，如诸菩萨，故叫成就。这是世尊平白甲人讲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拢是莲花化身。 无像咱这世间，咱世间是泰生呀、啊，太生真苦啊！我在经常形容太家之苦啊，人伫咧受太时阵，就亲像伫地狱内面同款的啊。 莲花化身啊，就无即个苦啊。当时太升正爱当苦子之情，母子之情，正当啊，这也造成修行正果的重大障碍。 搞西方叫世界，莲花化生无别物，这个、感情的包袱无咯，这是西方世界众生想放都放不去啊！西方世界好啊，这个是。 真嘅红色，非常殊胜。而且化生，化生是化现的，绝对唔是亲像咱即个世间对红衣啊，慢慢的成长，到幼儿银娜慢慢中型，这是无生无灭的相。 生灭上，西方世界无变化所作，所以无生灭。如果伫西方世界看着有人有少年人有老人，那搁错了，那绝对毋是西方叫世界，毋知走去倒位去咯。西方世界人啊！ 相貌拢共款，体质也拢共款，所以有人疑惑，逐个拢共款，啊，啥人是啥人都，拢毋捌啦。诶，怎样辨别呢？自然会辨别。汝有智慧，汝清清楚楚、明明,明白白，一、這个都未认错。虽然面貌完全共款，一、這个人都未去认错。 你有神通啊！你有智慧啊。我在经常讲的这条件，咱来特别留意。经文字个开端，是方世界诸众生类，你应该想看即句的意思。是方世界。

二十八战天，二十八无同的族类，无分族类呀、啊。在族类里面，形式无敢款。天个人形式无敢款，人个精神形式无敢款。 形式无共款，生活方式无共款，文化无共款，信用无共款，农中无分呐、啊。西方世界注重生类，这毋是咱今仔讲诶多元文化咧？ 这是性德啊！咱读经、研究教理，这所在啊特别留意啊，绝对袂用得疏忽啦。如果看开了，是一个研究经教的人，心内面也有是非领悟。 你就完全错了。你根据安怎来了解？真正是一个福德主，以如来而教诲，所谓是依教奉行啊。 心内面无界限，咱也爱恶佛；心内面无界限，对，我一切众生，一路平等看待。平等而礼敬，平等而称赞，平等而共用，这叫恶分啦。 如果何处不必，那立刻都要讲我。高天公的好啊，不怕念起，只怕隔敌啊。那、嗯、这一念是迷情啊，妄想分别执着，这米家错了。这念他起来，立刻念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无量隔。 阿弥陀佛，就是清醒清静并定觉，将咱的梦想分别执着怕掉啊！所以经文的艺术，近亲近亲。 世间所有一切宗教，宗教真多啊！我听讲的就一百外种。有真最衰的宗教，从来都捌听过，真多啊，真复杂，是在地,地球上啊。 地球以外，他方世界，还唔知有偌多啊因啊所信用诶，心明；所中方诶，兄弟。甲佛话所讲诶一个关心嘅呀。这道理，下苦的人应该掏贴。何讲？ 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。讲一个根啊，讲一个本啊，因此有分别就丢，我无分别就丢，有分别就丢。 咱怎呀在一张手来面，伊只教机呀，教潮心无机，这是根本。如果佮侵入一层，对佮根本完全同款。伊啊，红脸待我不，如今哪里？帮我，能教我。 咱真清楚、真明显的知影，伊是基呀、啊，多侪有。伊现在的什么地位？伊甲咱是什么关系？一个四面共东体啊。但行经高先生讲的啊，是红三水湖，共东一发心啦。 真正是一个发心呐、啊，所以讲伊信上帝，我比伊信甲国较虔诚；伊红书神明，我比伊国较认真。我清楚啊，我明白啊。 我伫后面经内面讲啊，咱爱相信佛的智慧，爱相信佛属性的智慧，或是将所有的障碍、烦恼都断尽喽、哦。自性本具不智智慧。 完完完完的显示出来。我跟人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你看定，偌平等，智慧是平等的。等是啥物呢？咱今人讲能力，能力是平等的，相是现象啊，咱的身上。 那生活环境的现象也拢是平等的呀，无一项袂平等啊？咱、啊、今仔日为什么变即款呢？好讲也好，但伊梦想执着。 你不领静典，那你故事就犯的讲或许一句都破，你为什么对老爹的是法界里面最众生？原因是不过是梦想执着利益啊。

那像一人，人就啉醉了，啉酒醉，假笑啊！伊是啉酒醉的人啊，袂用讲无生理是人，伊是人，啊，但是伊人现在真无正常，伊醉了，所以好看着咱成年咱是昏啊，袂使讲毋是昏啊。只是虾米啦？未去颠倒而已啊？未去颠倒，是暂时啊，毋是永远的。 会讲话啊，会精神清醒啊，就甲迄个食酒醉起酒效共款，有时间性啊，加一江啊就好咯，就无代志就正常咯。好看我看咱即个一切众生啊是昏啦、啊，一点啊都无假啊。 所以啊，咱相信佛的智慧，相信佛书上的教诲，帮助咱断疑生心。信什么呢？最重要，相信家己的善根，相信家己的佛性，相信灵现灵变是家己的心，家己的色，你要相信一个呀、啊。 用心甲咱讲呀、啊，心心世界，用心相信上啊！果连明白这道理，信信这个事实，那就好办咯、哦。那你心先，念心影先。 咱诶环境真紧就转起来了。仙诶标准是什？么呢？发菩提心，这是仙。毋是菩提心就不仙啦、啊。什么是菩提心？菩提心是降我诶心，真正降我。 我的心不坏，你心是白啊我就故意讲，佛心加凡夫心，没我不懂啊。刚我老是佛心嘛，没老是凡夫心嘛、啊。 就那个关键，就在转眉为恶啊！这代志讲起来容易，做起来真困难。难题多耶？那呢？无量劫以来，就买些颠倒。 每一个湿气太重，是可以立刻放下，你唔敢放下，你对伊有亲亲的感情唔敢放下，这感情就是未歇噶，唔是好代志啊。 你当时已经放下，当时就生火了。我家有一句俗语讲啊：“放下多多，立得成婚。”什么叫多多啊？灭、哎、火是多多啊。放下就是婚啦、啊。 为什么放不下？没弄清楚，没弄明白，所以佛法佛法真正是自然行易，修行无难。那将事实真相弄清楚了，这代志困难了。世尊为众生说法四十九年。 真难啊，经过真正波澜，主要留意一下啊！大兴景象，细准当年刚建的发规里面，听众有人听见他无一半，就开我了，经过了。 阿兰尊者灵验回向听一半，一半较无灵验经十观，第三观尾后，伊就忏悔开悟咯。摩顶开路，经听一半，正步咯，正步三个啊。 可见呢，修行正果是念头的转变啊！真正是转换精神，转为为我。南京那里转没过来，是湿气所拔掉啊。奶奶讲我啊，湿气不是好物件、啊。 人活在这世间，真正爱舍弃格己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，接受如来的教诲，做佛菩萨，应化在世间，游戏神通啊！你讲伊偌自在啊，偌快乐啊！ 还是像华严所讲的：“理事不改，事事不改，来去自由啊！”某一项不是为着利益众生而实现的，南今那里《金兰传》的过来，就是某一项不是为助利而受用的。 这真嗨呀！这几点是病菌呐，一切拢是以自力为主，诸佛菩萨是以利生为主，无助力呀、啊。咱今啊就是讲学会了啊，利益众生，绝对无放弃助力，所以咱有转也转未过来。 道理就是安尼啊放弃了自私自利，哇！你这世间随缘，什么拢好？行顺众生随喜功德，啊！对，不只是好，加意思，啊。 咱叫有救啊！如果有一丝好家境、艺术的，你看，人这一生过空坷咯，你讲偌可笑！这人生无容易啊，文化发无容易啊，别天万家难做屋啊，一百度着咯，怎样会使空坷呢？ 所以，家己一定要想通啊！抓到这机会，绝对袂使放弃。啊！如何落实？我想讲，那对于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控制念头，爱放下。 控制行为绝对未使有啊，一定要遵守普贤大士的教诲，行善众生随喜功德，一切为众生，绝不为家己。是当下就地大主宰。 就是过去心中无收获，无福报。可是，这一念转来以后，就生的福德现前了，清净的福报，真正是处之不惊，应之不亢了。但是，无为家己。 为别人用啊！如果有质点为家己，诶，就搁回头咯，搁对了咯，就唔是自信。主要知影自信内面无我，无人，无众生，无受者。换一句话讲，清醒决定不得相，得相决定是未失自信。 啊！好，做件很多，爱将即道理创清楚。你要有意念为家己，意念为别人，你无见性，不为家己为人，我想无咯，你想抑有啊？ 为一切众生，不得一切众生相，这才真正成功啊！老子所讲的“为利不有”啊，跟佛法讲的义是同款。为一切众生服务。

很难救星正土，难信修奉行。为什么没救星正土？诸佛如来希望咱早一天成佛。 这是诸佛本愿功德，一切诸佛在因地修行，拢发了这个愿。愿虽然发了不，不敢换，终归立起来，拢离未开，诸方三观。 会使讲诸行世缘是归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大愿，不出这四条，众生无边，世缘多啊！幸福就是为着帮助成就一切众生。 我哋即世间专门做只代志啊？只款代志现在世间人讲呀。戆代志啊，戆人即做啊。不如家叫回别人，即人毋是戆人，戆人是佛菩萨，无讲诶是凡夫啊。咱也爱看清楚，毋做戆人诶人变入咗轮回，做戆人诶人拢到叫到世界去咯。 可见世间人哋嚟讲，实际上无讲，伊家佢只讲呢。可是世间人也有一句嘢讲啊，戆人,人有戆福啊，真正戆福地叫世界。而且世间，跩对未使甲任何一个人去争。 佛法来面，绝对无争论，咱来清楚、爱明了。阿弥在当真正恶掉，诸佛菩萨所做功德。那阿尼西这一段有一点，以救亡生极乐世界。 清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诸佛如来当中的大贤地士。好老师啊，那虽然学了未歹啊，但是无究竟，无圆满，所以啊，咱也是爱清观贤地士。清观这个好老师，这个、老师。 是一切诸佛菩萨给咱介绍呀、啊？哎，干咩不对呢？最近我听一只东西来讲啊，伊讲现在有人讲啊，西方极了世界的人满 你念佛未当去咯，一定要改念诶弥勒菩萨，诶诶有师佛，有师佛求生东方净土，西方净土的人满咯，经相都无啊，这款讲法的经力全无啊。 经历无啊，迄是磨算啦、啊，迄毋是混算啦、啊。千万毋通听人乱讲啊！即乱讲诶，人啊，果不真惨啊。就是将人真多真多人一生往生净土诶，机会断掉了。我想大概即个人。 佮伊计其是有冤仇啊，伊也未报啊。今日去西方极乐世界无机会报啦，赶紧佮你绕倒转，准备要报复，毋是好心啊。恁一定要清楚真明白啊！故教红生真实诶条件，即、這个真实诶条件讲了真简单。 清净信心,心，孤注功德，意念飞翔、决定得生。先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拢是莲花中化身。啊！即句经文非常重要。不但哈哈品是莲花化身，往生变的也是莲花化身。 变得活动量困难，还认真努力，唔能对变得。实在讲，就是讲生到变得也未歹啊，也算是成就啊。经常给人讲阿只明白啊，对，在变得结果不过五百年。 我怕你呀、啊，依旧干我了，你就回头了，一直来干我就离品了，就无爹变得对于变得这两种原因，这是怀疑或者诋毁，这是怀疑家己的贤君。但是虽然怀疑，拢尽认真念佛求愿往生。 如果伊无认真诶念，伊无去用心，迄是绝对袂当生净土。就是伊一面念佛，伊一面要一个意念，若像毋相信家己诶神棍，佛教我念，我就老实念，看看是毋是用心。伊伊有即个念头伫伫即个内面啊，过然也会用心，生较偏地。 所以这一路啊，袂用哩有啊，要有坚定的信心，你到西方叫做世界，莲花化生啊。佛在经常跟人讲，心胸，身体、相貌、功名、地位。 甲诸菩萨完全共款，这诸、个、菩萨是啥人呢？经常讲个诸上仙灵，年底熬夜大师甲咱讲啊，诸上仙灵到底是啥物款人呢？因在住盖内面甲咱讲啊，是放纪录世界顶嘎菩萨。 这地位悬呐、啊，诸上仙人呐、啊，唔是普通的上仙呐、啊，原来啊是顶伽菩萨，西方极乐世界顶伽菩萨，你甲看这偌属性？所以，咱读了以后。 深深相信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实现成佛，已经有十劫了，伊的四十八愿，愿愿拢兑现了，无一愿是虚假呀！咱在即内面坚定，真实的信心。 伊到修行，发愿求生，咱就成就了。好，今仔时间到了，咱就讲个讲。